我们现在今天要去一波，就是一个城堡芽菜，然后鸡饭。他们应该想偷我的东西，我觉得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都没有点？他们都自己过来。还过来吗？大家好，我是 Vivi。来，我是 Gu。又是一个新的一天。我们现在一样在车上开场。我们现在今天要去一波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在 Starbucks try to 补充一下咖啡因，因为要开远程。这里去怡保大概要2.5小时至少。没有塞车的话。那怡保呢，就是如果你跟马来西亚人说你要去怡保，他们就说、哦、你要去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吃什么？什么？就是一个 food heaven。当然还有一些景点可以去啊。我有做了一点点功课，所以我要带你去一些具有历史性的景点。耶、yeah. ！对，然后吃一些当地道地的食物，然后我们可能会去找凯婷怡保朋友，对，他是当地人，所以可能他知道更多道地的美食。你期待吗？期待，我们现在在星巴克 drive thru 更期待。Thank you. Free 的，他讲。Yeah, free donuts. Thank you. 哇，你不觉得比较有质感吗？有啊，蛮有质感的。Okay. Let's go. Let's go. Let's party. 我们去一波。好。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很多夜狗，就想说星巴克面包直接给上门好了。狗狗，你不要在路中间了，小心啦、啊、来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就放在这里。你吃啊，不用怕啦。好吧，那就失败了，我就有点不是很想吃。他们应该怕我，没关系。我们到了第一个景点，这个是我以前小学的时候老师会带我们来的景点。那这个景点呢，就是一个城堡，叫 Kelly Castle。Kelly 是谁 ？Kelly 是一个人。OK。谢谢。它这个是以苏格兰种植园威廉·凯利·史密斯命名，建于1915年。但为什么这个水是黄色，啊、像大便呢？哦，因为这是马来西亚的河啊，马来西亚河就黄色啊。哎，为什么他们自己都要出一些？有些说 dark tourism of Malaysia， 为什么是 dark tourism？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鬼故事。以前我们老师都会说，晚上不要来这里，有点阴森，因为里面会有一只鬼，就是它。那说自己赶过很多鬼啊？对，我们小时候老师跟我们说鬼故事。对啊，哇，咱们很多，就每一个房间都有哎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要建一个这样，如果有人来，对啊，有人打劫。我们住一楼哎。对啊，这只才需要有火灾啊，还是地震啊，就可以唰去一楼，不错吧？哇，直接用一个30岁这样子就管。每次都很尴尬。那你觉得这 Kelly Castle 怎么样？我发现我们来马来西亚都是来看欧洲人来这里盖的东西，怎么办？在马来西亚比较历史都是欧洲人盖的。对，你们占我们的历史很大一块啊，因为以前你们欧洲人占领我们的。啊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。Let's go。Let's go。我们还没到一波吧？还没，我们现在就要去一波了。OK。赞。Let's go。那我们现在大家要离开 Kelly Castle， 然后要去比利洞。其实很好笑，他怡保就很多洞洞洞，那我刚刚给他选了很多个洞，然后他觉得那个霹雳洞比较有趣。对，我比较喜欢霹雳洞啊，这个洞我喜欢。怎么这么久霹雳洞啊？因为梅拉的中文叫霹雳。好，那你觉得你开过法国路，开过台湾路，现在你看马来西亚的路，你觉得有什么差别？我觉得你们广告超爆多的，这一条路上一直有东西看。所以是好的吗？是不好的？应该算不好吧。什麼看 YouTube 的时候很喜欢看广告吗？我不喜欢。看电视的时候喜欢看广告吗？不喜欢。那你开车的时候喜欢看广告吗？有时候看点颜色的东西也不错、啊。我们到霹雳洞。哇！你去拜拜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。你要在马来西亚拜拜。Let's go。Let's go。Hi。Hello。我来冒险啦！
喜欢在洞里面放那个佛的雕雕像你看连绵的也不一样，因为凉凉，拜拜的时候比较舒服，是吗？觉得很壮观，有啊，蛮不错的、啊。但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个洞里面的盖。请马来西亚医保人回答一下，这个那个医保人不懂。哦，对，漂亮，这样很酷。哇，这个山洞我会漏水哦。这个，哎，你要上去吗？可以。酷。嗯。哎呀。Oh my god。累，好了 ，Vivi， 他放弃了，所以我自己一个人继续了。东望山顶 ，to top view， 来爬山一下。哦，我不应该穿拖鞋。靠腰，哇，超多了。刚好很久没有运动了，我们来运动一下。一包风景，哇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大胡子，哇，照着胡子，嗨。你们要当我的朋友吗？哇，我超狼狈的 ，Oh my god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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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嗨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看你们很好奇是不是？他们应该想偷我的东西，我觉得。喂，你们不能偷我的东西啊！没有研究，他们在干嘛？啊，感觉这边没有要上来了，所以我就下去了，吹风一下，跟他们玩一下，然后就下去了。咱们还吃垃圾哎、欸！还有我属鸡，今年犯太岁，我们叫新太岁，压下来。希望2023年事事顺利，耶！赚到钱，耶 ！Let's go。好 ，OK。当地人带我们来王美咖啡厅，来喝好喝的咖啡。我是新人，好有新人气氛。这个是什么？怡宝 White Coffee， 你一定不喜欢，超甜，超级无敌甜。哇，这是咖啡吗？没关系。好。来，马来西亚经典 Gaya Butter Toast。嗯，好酷。大家点很多。我点了面跟鸡肉，但这个我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啊。这很像炸福粽吧？嗯，是吧？里面有鱼肉。嗯，那这个不错耶，就蛮好吃的。大家鸡好吃耶。等一下我们要去吃拿菜盖，还有盖西河粉。Yeah. 好，我们现在呢来到一间叫 On Gay 的芽菜盖饭。来，怡宝呢就是要吃芽菜鸡饭，这个就是芽菜，然后鸡饭，然后河粉，这个就是来怡宝每个观光客都会来吃的。你要吃的？对，来试试看。芽从哪里开始？你就吃哪一点芽菜，哪一点鸡配饭吃。炸鸡肉很甜，嫩吗？嗯，还不错。那刚才我刚刚太期待了，哎，开心一直说一定要吃，很好吃，就比你想象中的期待值再低一点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？就是台湾有差不多的东西。台湾有差不多的东西？嗯，有吗？热炒。是吗？对。那你给他几分？5分满分？3分。3分。嗯，然后还不错啦，及格。我们来吃马来西亚的烟。我跟你说，我爱吃他们的咖椰泡。我刚刚就在那个地方看到有 Hello 的口味，不知道觉得怎么样？炸肉吗？你看这颜色，他们中文也是芋头了，但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。骗人！对，骗人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觉得马来西亚人不太会做芋头甜点，大家可以来台湾吃芋头甜点，我可以介绍给你哦。对啊，台湾的芋头是最棒的。对，好，谢谢，再联络，拜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谢谢，早安。今天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最后一天，明天就要回去台湾了。啊，对哦。那我们今天还在怡保，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。怡保早餐是什么呢？就要吃点心。是哦。来怡宝的早餐就是要吃点心，不是吃点心就是吃茶室那种。怡宝的点心非常有名。好啊 ，OK， let's go。来这间宁格港式点心。对，刚刚。好棒，好棒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都没有点？咱们都自己过来。还过来吗？还过来吗？先吃一个，再吃一个，三层丝，那么多 ，OK， 是啊。我们什么都没有点，什么都没有说。
他们自己过来。欢迎来到马来西亚港茶。对啊，免税贩卖是这样，就是你不用点，他们自己过来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像我刚刚讲的，每个阿姨有他们自己负责要推销的东西，那他们就会来。他们有野鸡吗？应该没有，但是因为这样子分工合作比较快嘛，要不然每个人都卖一样的东西就很乱啊。有点吓到了。我们一坐下就一大堆阿姨来过来，然后给我们全部。对，就他就放放放，看你要你就拿，不要就不要。好，我们开先开始吃吧，我们先开始吃吗？我们不知道该定吗？我怕等下冷掉了就不好吃了。这个啊，来你来，记得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做过了，然后这样。转，让它每个面都裹到热水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吗？消毒。有点忘记了，再久以前了。啊，这个。OK， 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一个先开始。这是我最喜欢的。虾子吗？没错。新鲜吧，蛮好吃的啊，它鲜很多。这个才是真正的它搞，因为台湾很多它的皮都很厚，对，你知道吗？但这个皮很薄，很薄，然后馅吃得很，你知道吗？对。这一间是我在怡保的朋友推荐的，他说当地人比较会来这边吃，因为其他地方是给观光客吃的。好，那我们吃第二个这个好了，这个我们很典型的叫烧麦。嗯，它的皮很薄哎，跟台湾的不一样哎，感觉你们的皮都比较薄哎，馅比较多，皮比较薄，感觉这里是比较少面粉呢、啊。你们很开心吧？对啊，主要是吃到它的馅。好的，那你吃吃看，我很爱的。三。又完了。对。这个比较普通，但是它就是简单的好吃，我自己觉得，因为我很爱吃鱼的。蛋 bling bling。对，bling bling， 超喜欢。我比较期待的是里面的萝卜糕，比较绵的感觉。嗯。哇哦。哇，好绵的。哇哦。哇哦。完全是绵的。哇哦。这不是萝卜糕，是萝卜泥耶。应该吃不习惯。哇，吃不习惯啊，这跟台湾完全不一样啊，是不动菜耶。它这个虾米放很多，你知道虾米吗？哇、wow, 它这个是那是萝卜泥耶，那我如果计划你不用咬耶，就是每一家做的不一样，这是我第一次吃的那么绵的萝卜糕，超级绵的，那还不错啊，煎得很香，对，也不会太油，还不错，也不会太油。这个是什么？我没吃过，他说他这里特别的东西，感觉是一个蛋饺，是没有皮的蛋饼，蛮好吃的。什么肉吗？那个肉，猪肉吗？嗯，蛮好吃的，蛮香的。那还不错哎。嗯，是蛮好吃的。嗯，你们看不到的是有阿姨来问我们说我们要不要吃东西。这些价格跟台湾差很多吗？感觉馅给比较多啊。换算去台币很便宜而已。目前我们点的最贵是5.3，不错吧？对啊，很划算的。这个妮妮的东西了，芋头，我们叫乌贡。我很严格哦。我觉得芋头味不够浓哎，就没有那个甜甜的芋头味啊。很好吃的，我觉得很好吃。不能哦，哦，哦，没有，我刚刚吃哪一块是不对的。哦，哦，没有，我吃哪一块好像很少芋头的，还不错。但我还是觉得你们的芋头没有台湾的这么好吃的。对啦，我们的芋头没有台湾的那么甜啊，大甲芋头比较大，比较甜啊。还不错啦，这个。真的好吃嘞。蛮好吃的。你要跟那个。黑芝麻糊的阿姨眼神交流一下，来你的芝麻糊来了，来了，来看看。我也很好奇的，哇，很浓，棒。嗯，不会太甜了，很浓哎，这是好喝的，及格，嗯，就很棒。我们等下嘞要去买豆腐花，还有蛋挞回去煎豆腐花，豆花。我怎么跟豆腐的东西都是拉长？豆浆水、豆腐花，他说豆浆跟豆腐跟豆花不行吗？就短的。广东话导致，我是广东话，直接翻中文讲。妞妞，我要怎么过去嘞 ？What the fuck？ 哦，哇！妞妞们，拜拜。在那边，我很瘦，在那边吃饭。对啊。可怜哦。哎呦，妞妞们，妞妞们，拜拜。好的，我们刚刚去买了豆花，买了豆浆，买了蛋挞。还没吃，但是我们现在要来一个我15年前我们户外教学的时候，老师也会带我们来的一个地方，来结束这个行程。Yes。
那这个地方叫野克洞。那它这个呢，以前我记得啦，就是来看石头，他们很多很多钟乳石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带你去看看这个百年历史的石头。好啊。OK，Let's go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进去探险了。放一个棒吗？应该不会啦。应该还好吧。我们来一张这样，三二。瓜丹布隆，它好凉哦！哇，好酷哦，在新庄，像榴莲，像裤子。好漂亮哦！哇，真的，你觉得很可怕吗？有点。感觉灌下去的话就虚虚了。对。很像那个 Lord of the Rings， 就是那种 Gollum 里面吗？对啊，很像对魔戒的一个场景。可能那个导演来过这里。对啊。哇。真的感觉。哇，好漂亮，好壮观哦。感觉随时可以有一个怪物出现的。Gollum， Gollum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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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llum。嗯，酷吧。好的，最后一个景点野克洞结束啦。你觉得怡保怎么样？感觉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哎呦，好勉强。别人说了，其实我们只有去两个景点而已。其他景点就是那种什么大谢绝命，最近我跟你说很流行的那种观光景点，我觉得你不太想去。都是假的、啊，都是。对，它不是什么像这种很有历史文化的这种东西，所以我觉得你不会喜欢。都是找出来给观光客玩了、啊，所以就比较不想去了。报感觉是一个蛮一个蛮安静的一个城市了，然后很多地方关了，很多地方感觉没有人住，很旧的感觉。我至少说实话，我觉得怡保我不会再来了。对不起，来之前我就跟他说，怡保是一个美食之都，就是来吃。可是这个人呢，他其实对吃没有特别的。没有，我就是比较不喜欢马来西亚菜。不好意思哦，大家，马来西亚饭，因为就算我带他去，我自己觉得好吃，他都觉得还好。不要客气，我喜欢很多料理，是马来西亚的，我比较不喜欢。太复杂了，里面叫又酸又辣又香。没有，太重口味了，我觉得太乱了，而且很不健康。我觉得你们的素质真的不健康。可是这种我很想吃水果都找不到哎、欸。我等一下就带你去喝吃水果啦，拜拜。好。他生气了。对不起啦，我这样讲实话啦，就我不想骗你们了。诚实的孩子。啊、诚实最好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下次再见。喜欢的话帮我按个赞，拜拜。拜拜。